Hello， 各位小歪，我是阿歪。又是这个二号狗狗我记得他上次当狼真的有骗到我。我把把好人，把把都没有神职啊，今天怎么回事呢？怎么都没有神职呢？今天这几把玩下来，狂拿好人，可是都没有神职。刚刚好像有人想跟我说话。阿歪，我是小丑。九号是小丑，我先来接个通讯。哇，原来都没有人来接。狼都是什么通讯？这个是二号的声音。二号话很多太夸。继续回来关心。阿歪，你要不要雇用我？好，我雇用你。麻烦你的保镖。请来当我的保镖。继我上次发了那部小丑保镖的影片之后，现在小丑都很喜欢保护我怎么关门了？我记得四号在打街机厅的游戏，我的保镖直接失踪。希望四号不要来刀我。可是我好像只要做完电力室的配电盘就可以拿到警长了，那就先不要回去找保镖好了。哇，四号进来了，拜托不要刀我。四号很不错很认真在做任务他往酒吧那边跑，那我先回去找我的保镖。不知道九号上哪去了，巡逻巡起来。好像看到六号走进泳池所以六号是在右半边的，怎么都没有人啊？不知道其他人都跑去哪了。我忘记法医有没有出队，然后尸体在那个监控室那个门口。对，然后我能确定这一刀不是二号，因为二号那时候在储物间那里，他跟我一起上来，这一刀能确保不是二号刀的。现在我好愧疚，我刚问阿歪说我要那个雇用我当他的保镖，他说好雇用你，那结果下一秒他就跑不见了。但是阿歪真的是跑太快了。然后我这边是小丑啊，保护阿歪，那我应该会帮你挡刀。那如果你是狼的话，你也可以刀我，没关系。我刚刚在那个餐厅那边做接电线的任务，九号应该有看到。然后我这边就是任务送的就做完，可是还是有点用。如果是在监控室门口的话，那应该不是六，因为六好像是在泳池那边，可是我不确定另外一个尸体在哪。怎么谢老板跟安啾一起殉情死，是不是？殉情而死这么浪漫。四五十可能比较可疑吧。四五十，我是好人，我报一下我路线，我要去观景台观测巡佐，然后绕了一圈到电力室那边，然后最后是到储物间储水。那八跟我走上去，我不知道八是怎样。这里也是好人牌章，我首先先去阅览室。用有内鬼的任务，接着我就去接地心打游戏，我相信阿歪应该有看到。接着再去酒吧调整温度，所以可能五六开一次吧，然后八九十开一次。我会有点小踩十号，因为刚我从餐厅走到储物间的时候，我看到十号从左半边走过来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刀完人再走过来还是怎样，所以我有点小踩他。他一开始先去那个电力室，然后酒吧，然后阅览室，然后再观景台，通讯要去解就被拍过来了。来，大家听八号，阿歪。这边是工程师，好，你讲。我不知道一号五号为什么这边要怀疑我。八号，你不是要讲？阿歪那个八号是工程师，他在储物间有挑地洞。这刀不是六号刀的，那先出五吧。这刀绝对不是六号刀，那先出五号吧。啊，五号。出五号好了啦，不知道。这场的三号跟七号刚好是 CP， 结果第一局直接殉情而死。八号是工程师，他保二号，那九号是小丑，六号我记得在右半边，所以不可能出这刀。四号刚在电力室没有刀我，所以身份稍微偏好一点。那狼坑可能会先打在五号跟十号吧。阿歪是好人吧？阿歪出来有点想要枪十可是刚五号才十。那我可以跟你走吗？你是好啊，好啊。阿歪，白好人。哇，这个十号很不怕被枪你们去解一下通讯中断。他还敢在旁边接电线。阿歪，我是小草。阿歪陪我扫地线。而且我觉得狼跟这打不齐会不会是盘错了？这关门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二号也有可能是那个狼，可能刀完人之后从监控室下来，枪枪看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还陪你扫地嘞？还想骗还陪你扫地阿歪，你差点枪到我没有啊，阿歪，我是不是应该躲远一点？我想说，你们刚好走过来。这关灯是什么意思？十号怎么突然跑出来了？好可怕！先远离一下。工程师应该还在啊。
工程师刚有用到技能吗？他刚有去解通讯中断吗？哦，被解好了，还蛮快的。哎，这又关门是什么意思啦？直接拍尸票一票好了。我觉得二号一定很傻眼呐、啊，还叫我陪他做什么扫地机器人，真的很好笑。那八九都好啊，一定是六十出一个。我刚其实本来是想枪十的，可是我会觉得十稍微没那么狼，但是六我六跟十没有都很确定啊。你们不要水一下，我好人呐、啊，票十八，差一个任务就做完啦，就做完全部任务啦，所以这边可以先票十。哎、欸，二号你很坏、欸，结果你是狼。因为我刚刚第一局在那边保你，刚刚其实你可以跟我上去把我刀掉，还是其实那一刀是你刀，然后你走下来，然后再走上去。哎、欸，你很坏耶！有可能真的是二号刀的，因为一开始二号跟我从接机厅到那个监控室，我到那个厨房那边的时候，他要往上走，然后他要往下走过来到储物间，我就没有保护到 RY， 然后 R 就先把二号抢掉。我原本想要帮 RY 挡刀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他紧张啊，因为他没有跳，他就投十号。我这边真的是好。好了，我刚刚接完电线，在监控室接完电线就跑来餐厅，然后就看到尸体，原来二号是狼人。我这边真的是好人，就真的出六，你们真的先出六就赢了，出六就赢。我觉得十真的蛮。可是六号那一轮有点尴尬。可是六号那一轮在那个六号那一轮在客房，是应该不是他刀的、啊。有可能那刀不是他刀，因为是只有两刀啊。我出十啊，十不是阿威，你再去枪六啊。跳六啊，六号真的是啊，我真的是好人哎、欸。哇，六号跟十。四号真的很不确定耶，但我觉得四号真的太像好人了。那先出六好了，我在想，说不定六号是那个第一局没有刀的狼。反正六号如果真的不是，我再去枪十。但是我看十号的路径是完全不会被枪的那种。他如果是狼的话，心脏真的很大颗哎。什么？六号是好人？难道被十号骗了吗？哎、欸，那你们走开一下啦！你们走开啊！真的不是，你们走开，九号走开。不是你，真的不是我啦！对不起，阿威，你就掰他了哎、欸！啊，怎么办？你掐我，你就掰他，你就好，我走，对不起，我走。啊，你们赶快，对不起，赶快去做一做任务吧。你对不起，哎，你帮我那个。十号还敢在我旁边绕哎，心脏到底是有多大颗啊？算了，反正任务也是没几个，我直接做任务好了。狼到底是谁啊？有阿威，我看到。我就知道，哎、欸，好险好险，没枪十，好险没枪十。原来八号才是狼啦，结果我们都踩错。他们推队也是输了，因为狼他们那个局面变推。我虽然晕，可是还是枪队啊，还是枪队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八号是假跳工程哦。那八号怎么知道工程师？我真工程，我真工程。哦哟，七号哈，谢老板哦。跳出来不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。